我是芳芳，我是玲玲，他是凳子。哎呀，终于抓到了！哎，玲玲啊，大姐，你看看看，那个引爆瓦斯桶那个恐怖分子，终于抓到了。抓到就好了。哎呀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？怎么没有关系？这种人我们身边呢，现在我们这个城市太多了，就是受了社会的压力太大了，要发泄呀，这很危险的。像前阵子我看那个电影啊，那个好莱坞最近一个电影啊，就是讲这样子，那个人呢、啊，就受不了所有的压力，公司同事身边的人社会给他的压力，就都爆发开来，压力啊，爆发开来，这个人他认为他是这个替天行道啊，就拿把枪在街上就这样子干起来了，以暴制暴。哎，我知道那部电影很出名嘛，是啊，第六感生死恋嘛。哎呀，忘记了，哪里是这个情节啊？我看过，他那部电影叫做《新龙门客栈》。不是，都不是，哎，反正哎呦，这有什么关系吗？这电影里面的情节又不会发生在我们的真实生活里面。对呀，庸人自扰。怎么敲门了？电铃坏了。不知道，你去开门啊。谁呀？你是？站住！干什么？我是陈伟明。门铃没坏啊！干什么？跪住！啰嗦，坐！你们也一样，统统坐好。坐好，让你坐好了，坐过去那边坐好。为什么要坐那儿？干嘛？你们坐那边，我站着面戏，都带我的背，那我演什么？过去！快点，拖时间了。今天两个人把桌子搬走，快点，节目时间不长啊。混啊，下个月不要来了。哎，笑，跟我讲话，快呀！讲什么嘛？随便。你结婚了没有？哎，还没。干什么？哎、不要窃窃私语。没有。我刚出来，那就。快回去吧！说什么？不是，为什么没有人问我为什么进去啊？你为什么进去啊？废话要你们说吗？我自己不会讲啊。我是杀人。怎么样？没有看过？没有看过，看过。看过怎么样？谁比较好看？你好看。有一天，对，这是故事开始。对。有一天，开车开在宗教东路上面，开着，我竟然看到路边在干嘛，知道吗？有人当开饭，有人当街抢劫，竟然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下来帮忙，知道吗？我当场二话不说，引擎就熄了火，打开车门抓了一把枪，罗赖吧。我就冲了下去，追，十面追。后来我终于看到一个飞身一扑，啪，抓到了，让他给跑了。我虽然身负重伤，但是我跟他讲，继续的追，眼看只有三公分这么近的距离，然后我就飞身前门一扑，这次抓到了，没有，过头了。我回头这么一看，他竟然倒栽葱，头下脚上的倒在地上。倒栽葱什么意思知道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头上脚下。倒栽葱就是不是头压在地下，就像这个假发。假发，那个人也是戴假发，这么巧。但是假发终究不是钢盔，不是没有办法保护他的脑袋，绝对没有。当场他就头破血流，就驾崩了。啊！他们说我过失杀人，我就这么进去。啊，哦，那你说了这么一大堆，累了吧？你是不是要回去休息一下？累是不累，有点渴。哦，等啥？你开玩笑啊？去，我不是认真的。去，干嘛？知道，你想去
告诉他们我家嘴对不对？啊啊啊！你是不是因为口臭关进去的？然后呢？然后，我就深深的觉得，我在里面待了这么多年，我今天终于能够出来，是，多么开心的一件事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举国欢腾，大家放鞭炮，和平歌飞满了天上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错，啊，错，我出来这么一看，社会上现在充满了一片的混乱，交通塞得乱七八糟，马路都是这样子，破破烂烂，什么东西都在地上，破破烂烂，完全没有办法行动，车子都是这样子乱停。停了好几排，然后我们一看，破破烂烂，到处哗哗哗哗哗，乱七八糟，椅子，他就拿椅子给你占了车位，这算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错，你看，社会上只有单位太穷，为什么不用真的呢？就是因为只有单位太穷，就是因为大家都想赚钱，所以现在社会上充满了一片假象。就像这个假水果，还有这个假时间，我注意到，从我进来到现在，那时间都是一样的，每天忙都没办法走到哪里过得去。如果是叶子妹的话，根本没有办法过去。坐下，重新再坐下，重新坐下，然后一定要从那个小巷子进去里面。在院子里面散步啊！你们是精神病患呢？没有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我觉得这个社会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现在这个世界上像你这么有正义感的男人还真是少见，而且。客气多了，等鸡药，我不要吃药，吃药可以啊，要回去啊，要回去可以，可是我出来了这么久，要回去，我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你说，我要做一件好事，我才要回去。你说要做什么好事？替天行道嘛，我想把他带回去。他要带我？他带我，我干嘛对我善权？我们多做一点善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
死脸，臭脸，不要脸，什么不要脸，不赏脸。因为有人认为我们执法不公。对呀、啊，其实哈、哦，我们也是真的很难做了，因为你要知道哈、哦，有的车子哈、哦，我们偷掉哈、哦，也是不好偷掉的。是啊是啊是啊，像那个警车就不能偷掉，有钱人的车就不想偷掉，大官显要的车就不敢偷掉。哎，停在路边太久拉风的跑车就不必脱掉。你们一定会按奇怪啊，为什么警车停到红线呢，我们不敢去脱掉呢？哎呀，因为啊，这个警车啊，他之所以停车在红线呢，他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。哎，他可能是为了民众在办案呢、啊，所以呢，他这个是不得已的。是吗？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吧。知法犯法呢是不得已的哦。啊，知法犯法还要不得已哦。是因公处罚了，尤其是警察局附近的红线上，一定停了一整排的警车。哎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绝对会把它当成他们是整装待发，所以。还有呢，还有呢，这个有钱人的车呢，我们为什么不敢去脱掉呢？因为有钱人的车都很贵嘛，不小心刮到一条的话，吼、哦，我们就要赔钱呢。对，对呀、啊，我们拖一部车才赚多少钱呢、啊？我哪里够赔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不想脱掉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他们的车我们也不敢去脱掉呢？因为可能他们只要打一通电话，我们就要把车子啊送到他指定的地点去还给他，而且还要跟他说对不起。嘿呀、啊，还要说对不起也没有关系的。有的时候那个车子已经送了保养厂了，或者是入了那个电脑资料了，我们还要去帮他交那个罚款呢、啊，来销案。这个哈、哦、真的是叫做能者归敲门呐、啊，有敲没有响，会话嘛？那个龟没有锁，当然敲不响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别到家了。哦，那停在路边太久的跑车，那就更不必去掉了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哈、哦、那个跑车停在路边那么多天都没有人来开啊、哦，它就一定是藏车啊。啊脏车啊，对啊，反正他就一定是藏脏车，不能脱掉。那么你们一定会问我们，到底什么车我们才掉呢？哎呀，我什么车子要脱掉？只要这红线的车一定掉，尤其是并排停车跑不掉，只要是违规停车，一定掉，嘿嘿，一定掉。一定掉！唱完了哦哦，你再这样抖的话哈，怎么样？真的会掉啊！哦，遮什么遮什么？他是说麦克风啊，你以为什么掉？哦，是你是你了，排泄排泄。希望我们的政府能规划出更多的停车位，早日解决停车的问题。嘿，那这样子，我们要探什么嘞？到时候一定会有办法赚钱的。最重要的是。我们要提醒大家，叫他们停车的人小心一点。嘿呀，对呀，停车呀，学到了！拍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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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拍手，都拍手。如果你在停车前先看是否有红线，不但不会被发现，不会被掉罚钱。拍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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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车前。小心罚钱！咔咔咔！哎呦，你们两个怎么这么喜欢掐的？就坚持原则、啊，不管干哪一行，我们都还是要掐掐掐。而且今天掐的有道理。为什么 ？Charge，charge，charge 什么意思啊 ？Charge 就是掐掐掐。一样的意思。哦，不要太计较。